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咱们今天继续更新。昨天很多角度受限，因为你们看到了吗？后边是灯，用 AT5 当背景灯实在白瞎了。定的背景灯板还没有到，用这个来替代一下。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，其实就是简单的泡沫板。这回颜色就非常亮了，而且光照非常均匀。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我们来对比一下效果。第二步呢，就是发泡胶有点多，没有那种透气感。当然，特效件也到了，我们现在开始。